我希望能够多了解你一点。这里是。 这太不可思议了！除了金英松，你是第一个到这里来的人。居然会在这里练攀岩。这么说，你之前在酒店的种种表现，都是装的了？我之前的颓废，都是为了麻痹霍坚。他的底我都已经摸清楚了，只是。 现在还不是和他摊牌的时候，谢烨，你听我的，对付霍建这样的老狐狸，不光要有周密的计划，还需要有充足的耐心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我能 问题吗？你昨天是有伤吗？你真的想知道？我希望能够多了解你一点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昨腿是有伤吗？你知道我喜欢户外运动，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意外就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。还疼吗？如果我现在还在山脚下，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再次爬到山顶，然后遇到那个把我当成野猪的女孩。 我很开心，你一直是你。